会见到有啲唔同嘅，咩唔同咧？就系佢多咗绝对云能嗰度啦，咩德温嗰度啦。喂喂，系咪你啊？大镬啦，点讲咧？总之大镬啦，你快啲翻嚟。有几大镬啊？咁打你净系讲几大镬？喂，萧明，好大镬啊！咩事啊？唔知啊，好大镬，你翻嚟。原来咁死小偷。咁啊！喺你想逃跑之前，先虐你一顿，俾你睇下警察嘅厉害。又要打？系咩事啊？我打紧《宠物小精变态版》啊！好啦，几惊，以为又有嘢打啊！真系啊！哇！唔系啩？连入到城都有人？望咩望？阻住佢做嘢。火箭队员下属，耶举。我唔系行前，我唔系眼花。做咩啊？我呢个小姚嚟噶，我系嚟自方圆地区嘅训练师，我系小姚。你系训练师系嘛？我都系，不过可能并非新手，所以不过可能我唔系新手，所以可能好强。啊！真系有虐待我吓，真系识讲笑呢个作者。我知佢嘅战术系咩啦？佢嘅战术系将我啲血同埋佢啲嘢变成一样，然后再用技打搞掂我啊！全部都莽撞嚟嘅，佢应该系嘛？大镬！临尾整啲咁嘅嘢，黐线噶！哇，估唔到佢有啲咁嘅战术喎，大佬！我是佩兰蒂亚家族的執事情打多了字，名字是石兰。为了完成老爷大人的命令，我不得不尽力，请谅解。你不是觉得你赢到我吗，執事先生？好啦，哇，真是超能力，超能力那个是不是超能力的冠军呢？哇啊！好啦，启宝龙破坏光线。哇！对住个人用破坏光线，你讲摆明有杀人啊！你终于嚟啦！已经规定禁止使用一切药物，你仲口含讽刺咁大上？回复 HP， 回复 PP， 状态回复濒死，一切药物通通禁止携带。黐线噶！唔系我咁，我带上去得唔得？而家要出猫啊！沦落到万能嘢摆入去。好啦，而家要通过啦，好紧张，可唔可以过到呢？偷运人蛇而家，喂，点啊？呢个入口系通往嘅，佢哋好劲啊，做好准备未啊？哦，偷运人蛇成功啊！我拎翻啲药出嚟先，会唔会即刻爆炸电脑？应该唔会嘅，万能药，哇，即刻出晒猫咁样。好啦，咁啊，开波啦！开波啊！真药掉咗去，同呢靠药嘅训练师打真系侮辱啊！真药掉咗去，同呢靠药嘅训练师打真系侮辱啊！有冇搞错啊？咁都知啊你！好啦，解暴龙用最靓嘅尾埋啦呢度，系啊，威吓特色好巴闭啊嘛，攀暴啊嘛。啊！攀宝，你估唔到咧，你估唔到咧，蛇马红埋尾，搞掂啦，终于好啦，见证咗优秀冠军诞生嘅传说啊！咁同埋就系啦，希望佢快啲出啦，佢新有二周目，佢就话喺有生之年会出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翻到嚟玩 Pokemon 嘅绝对云能 DN 啊！咁相信大家咧有睇啱啱条片都知咧，我系好耐之前都玩过绝对云能 DN 噶啦。咁嗰一个咧就系、是、玩完一周目就冇嘅，系啦。咁、那个作者就系、是、即系声称就系一周目之后就完啦，冇二周目嘅。咁之前拍过二周目咧就系、是、其他版，即系原版咁样嘅状态啦。好，咁我而家开始打等先啦。set翻少少嘢，好、oh，
开始啦。好，绝对还 DN 咁升。咁如果大家有睇头先页面都知，呢只咧系非常之难玩嘅 game 嚟啦，系啦，同一般嘅唔同，好似云能咁系完全唔同嘅。好，已经可以了。好。所以咧接受不到咧，请马上关闭游戏啊！呢、這个游戏咧体现作者嘅内心同埋社会现实啦。尽管咧遇到挫折都唔好咧随意进行呢个掉机嘅行为啊！我系 Pokemon 猎人 J，J 就系一个冇记错系攞啲黑色嘅带去捉住精灵啊，好似黑暗球嗰啲咁嘅黑暗团嗰啲嘅邪恶军团咁样啦。呢、這个世界系由咧某一个情绪呢个嘅。构建出嚟嘅，如果接受唔到咧，你最好即刻关闭呢个游戏。你应该知道呢、這个世界规则咧，唔会俾到满足感嚟嘅。這个咧建立于现实主义同埋真实口袋嘅产物。好，呢个开场白已经好犀利，已经好震撼啦，令到喺现实中咧冇几多嘅嘢咧会按照呢个剧本发生啊。冇人嘅人生系顺利嘅，生活咧总有挫折、失败、泪水，呢个世界系残酷嘅，同时呢个世界系最美好的，一定可以体会到失败后嘅快乐。唔好以为自己系最劲，因为咧永远存在比你劲嘅人。好啊，开始啦，照旧啦，男，好，话俾我听你嘅名字。好，得先。话时话呢只已经都几耐之前啦，即系呢只 game， 呢一只嘅绝对还能睇翻我自己啲片都非常之耐嘅时间系啦。完全原创剧情嘅游戏即刻要开始啊！无论几咁残酷嘅路都要行，要记住，冇人义务咧会对住你嘅放水嘅。喺残酷世界中咧生存咧，只有自己会变成强者。但有一日你可以见到我，精灵猎人 J。OK， 好。哇，做咩啊？呢度已经系新剧情啦，我冇记错。做咩啊？发晒光啊！喂？边个嚟呢个？好似唔知边个穿梭时空啊！终于成功啊！呢、這个就系佢屋企啊嘛，呢、這个系我屋企啊，呢个系我屋企呢度做咩啊？点会喺我间房度噶？哇！大哥哥终于揾到你啦！虽然我而家应该比你大，但我都系叫你阿哥啦。好多嘢同你讲，唔系有啲嘢必须同你讲，听听我讲。你黐线佬，你喺边位啊？我叫，哇！又要帮佢改名啦，我唔使。好，斩下斩下。我上入，时空咩穿梭咩森林咩啊？唔知道。中唔落你，今日系你重要日子啊！哦，永远都迟紧到，妈妈催我了。永远作者都系迟紧到。好。哎呀，你终于落嚟，最紧系傻咗啲瞓到。头先一道闪光过嚟，然后有个男仔出现我间房咯。你肯定发紧梦啦，系咪因为咧今日咧要领取呢一个嘅拍档精灵啊，所以琴晚太兴奋啦。好，将你嘅嘢准备好啦，得啦，不讲废话。G B 播放器，点帮你识嘅咧？唔理发生咩事啊，呢、這个迷茫、痛苦、快乐都可以翻嚟同阿妈讲。放心啦，一定好好照顾自己。时间不早啦，搵空木啊，空木打靶仔，搞翻个 G B 先。好，得，我一定要搞翻个 G B。好，行得。哇！长尾怪兽嘅佢系，哇！隔篱有只咩龙咯？呢做咩啊？多谢你雪拉比，可惜嘅穿越时空啊，太嘥体力啊！你啱啱脱离危险，我唔应该心急嘅，你都系好好休息咧。时空雪拉比个剧情嘅呢个应该系，哇！边个嚟嘅个？唔记得系咪咩？呢就系嗰博士睇个少年啊！听讲你今日咧就要选择你嘅旅行小伙伴咯，你乜水啊？希塔嘅新助手负责咧监察呢个精灵身体，听有啲高高在上喎，咩鬼啊？我只系咧喺成都各区咧嘅精灵栖息地睇下啫嘛，系啊，空无博士等紧你，我要做嘢啦。好 ，go go go go， 好，空无博士，哇，终于嚟啊！精灵已经准备好啊，不如火系、水系，等我睇下你拣啲咩咧。我拣咩好咧？火球鼠同小巨鳄咧都系速攻型啊，向道馆训练界挑战咧应该会有出彩的表现。菊草叶虽然进攻性唔高啊，但系话唔定系核心嚟噶。喂，做咩有声嘅？好，多睇下拣啲咩啦。好，今次我就拣菊草叶啦，梗系。好，
我明知难打咧谷草叶，知唔知点解难打？因为一开始道馆已经系飞行系，如果谷草叶嘅，基本上系一定死硬。好，就决定用你咧谷草叶。即系受伤咧，就用旁边有冇机器回复啊？回复，只要调查一下桌上嘅电脑就 OK。睇下你已经选择好啦，即系你要属于一段啊！哇，呢度就精灵研究所，哇，一嚟已经有劲敌嘅黐孖筋噶，呢啲系。连我哋都唔识，我哋就系最强嘅犯罪集团火之兵嚟。呢度收藏嘅稀有精灵归我哋啦。哇，佢就稀有精灵啊！咁你一脚踢走咗佢，好有技，哈哈哈哈！喂，今次靠你，我去揾警察，佢哋揾你走唔远嘅29号路 ，Go！ 我会尽力噶，黐线，我得五厘你过去捉佢哋，即系黐线。哇，头先嗰啲杀千刀撞到我死嘅，今次俾你嘅精灵去搞瞓啦，泥泥抽。哇，咩事啊？迷你龙游基拉、铁哑铃、宝贝龙、可多拉六，佢哋都系实验。哇，黐线嘅，呢六只全部都劲嘢嚟嘅，你挤晒啲劲嘢喺呢度嘅。阿博士，阿琴音，研究所发生咩事啊？头先见到两个黑衣嘅男人咧，去咗29号道路，唔通有关？我都去睇睇先。好，仲未有跑步。喂，验货码都系俾个电话你啦。哇，抄牌，有咩事即刻联络。一路跑过嚟，哇！我觉得呢度已经有危机啦，换一换位先呢度。点样换位死啦？唔记得点换位添，因为我记得可以喺只 game 度换位。土泥臭咩话？能力变化加倍。哦，我知啊，呢招哇减密攻，唔系讲笑啊！唉，是但啦，转一转位先啲技。因为我中意撞击喺头，哇！嗰度已经有劲敌啦。你做咩啊，渣渣？靓仔好狗不难路啊！好似你咁嘅渣渣，叫咗我哋火之兵嚟嘅佬，老子躝开，流奶上土狼犬啊！我系咁歪佢，越系垃圾咧，越系目中无人。你嘅土狼犬咧，弱到咧同呢个哈士奇咧冇分别啊！算你啊，今日你算系应材，放烟雾弹。垃圾就系垃圾，這个精灵系头先唔小心落低，我仲话做呢个战利品都唔错，哇！這个火之兵团偷走啊，请佢将佢还俾我，真系遗憾，這个冇属于你嘅嘢，這个系我嘅战利品，已经系我嘅嘢，哇！黐孖筋，一嚟又要我打呢啲啊，叫声先啦系嘛，哇！黐线，我点打得赢啊？低能，哇！仲要有得回血添。摆明要我输啦，系嘛？哇，唔系，好似有机会赢，疯狂掉嚟，喂，死咗咯！我改变主意啦，呢啲精灵并唔系啲咩强大，对我冇作用都系俾翻你咧。哇，俾宝贝龙，哇，唔系，哎呀，已经揾到咗抢走嘅精灵啦，快啲俾翻恐怖博士啊！哇，冇得自己用真系阴功，系咪要翻去俾翻佢先啊？唔知道，翻去先啦。好，我系阿速啊！而家呢个调查紧咧，火之兵团抢走嘅事啊，已经见到啦，仲将精灵抢翻嚟，抢翻嚟。不过实际上打低火之兵团嘅人唔系我，系一个红发嘅少年啊！你攞嚟只有一部分啫，仲应该仲有一部分喺火之兵团。哦，原来系咁，睇咧都系将火之兵团嘅所作所为进行立案啊！相信咧事件好快会得到处理，口供已经落好啦，而家翻差馆，送俾你精灵已经同你好亲密咯，系啦。咁咧配合有咩提高自身训练师嘅质素，实际上咧急紧事嘅阿速啊，好，所以天子各地嘅精灵道馆咧条路好长，揾你阿妈讲，又揾到阿妈讲，我记得之前嗰一代都系揾到阿妈讲，翻嚟啦，我帮你买到跑鞋啦，你话要出去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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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咩奖金，决定要储钱储钱啦，好，不过其实储钱都冇用系啦，好，耶、yeah ，好，话咩嚟噶呢个希塔。29号路咧，野生精灵生态系统数据记录完毕，应该要去下一度啦。好，你哋准备去下一个城市啊？系啦，攞到嘅精灵 OK 嘛？我哋嚟比试啊！冇睇我系助手，同佢都系训练师嚟嘅，黐线！撞啊！撞啊！好，飞叶快到 ，Oh yeah！ 好，咩嚟羊啊？呢只啦，压死啊！压死啊！压死！压死！压死，压死，压死，好，喂，唔错喎，差啲唔记得，你仲未有精灵球啊嘛？呢啲俾你啊，偶尔咧都会捉精灵嘅，
之前咧都捕捉到精灵咩噶？喺下面呢啲里面咧，精灵咧有啲咩中意啊？喂，如果我答没有，佢乜都冇得攞。嗱，毒系超能力，喂，拣没有先试下。咁好啦，咁我遇到下一个新大地。喂，我想知佢会攞啲咩啊？有嘅啦，唔紧要。哦，我得闲再睇翻其他人，因为其他人有玩呢个 game 嘅都系啦，咁我都可以睇下嘅，睇下佢哋攞啲咩，问佢哋攞咩精灵，跟住再睇翻。好，撞啊！哇，美男，日事啊，美男。呢度好多加门虫同埋加门树出没啊，得到银粉，银粉对虫系精灵，哦，1.2倍嗰招啊，对虫系精灵咩技能1.2倍。好，前面都会出现嘅精灵咧有啲唔同嘅，好，哇变咗样嘅又，好，猎雀，有阵时咧平时行到嘅路上睇得会比较好，有啲可能会睇唔咩睇唔到嘅精灵啊，总之就系唔同嘅精灵啦，就系呢啲啊，我记得呢度，哇小拳蛇、啊，毒粉。哇，小电丝哦，小电丝啊，谂下先，小电丝，电丝都系唔足嘅，电系唔系咁好，我觉得，升一升咧先喺度，好呢只掉嚟，哇，扣劲少白痴，飞快刀，好快啦，快回血先喺度。哇，嗰度已经有啲黐线佬，系咪唔同佢讲嘢嘅呢啲？喂，之前冇见过你，好劲啊！飞而快刀，飞而快刀，点啊？十呢啦 ，save 先，哎 ，save， 好，问下呢条友讲咩先？如果攞到格斗嘅徽章，可以揾我，会教你非常劲嘅招式。格斗系道馆，哇，超远喎、啊，格斗系。冇发现虫系精灵咧，发现咗训练师。好呢啲咪废祭虫一招啦。好，边个嚟个小茂嚟啊？喂，你真系恐怖博士贝托嗰新人系嘛？我阿爷咧，哦打系啦，小茂喺呢个图鉴嘅制作者，人称大木博士啊。我托呢个恐怖嘅委托，将呢个图鉴交俾你。哇，全国图鉴巴闭。图鉴都可以记录你遇到嘅精灵噶，显示数据添啊！啊系啦，真系唔记得自我介绍，小六，关东地区嘅训练师，有缘再会。好，哇入去啊！哇，喂新人训练师啊，真系令人怀念啊！啊唔好意思，你要回复精灵，我精灵 OK 啦，请。哇，真系黐线，我以为又要打大佬，冇啊！好，无论存几多都 OK， 赶快交换精灵，呢度做咩噶？不好意思啊，地下咧调整紧。好，我今日系咪要攞地图？我向日花，向日花挂喺度玩啊！我基本上只系一只单拖打道馆，你敢唔敢啊？经常性咁做嘅。好，其实精灵嘅个体性格、种族咩都唔理啊，只要有爱就 O K 嘅啦。啱啊！我 boss 好多拉嗰只，可可都啊，唔系我呢只叫咩啊？唔记得叫咩？波可多拉啊！喂，可多拉中意食黑暗料理，需要四个蘑菇，冇嘅就算啦。可以嘅话就揾呢个派拉斯，有机会得闲帮你揾啦吓。喂，又变咗数字体啦，喂，唔好入去。喂，水又淤喎，喺度等紧边个？哦，又系头先个剧情啊 ？OK， 呢度啲鱼咧似乎好值钱啊，可以嘅话送你鱼竿。喂，送我鱼竿，一睇之又系呢个咩啦，系嘛？真不走运，鲤鱼王啊！喂，钓只鲤鱼王嚟睇下先啦，钓得太早，要揿啊呢个。真不走运，喂钓唔到啊！你钓咗啲咩啊？成钓咗成个钟，成日都钓唔到嘢喎呢度吓。有嘢嘅咩？喂，冇嘢喎。好，你就系嗰个训练家系嘛？呢个时间咧，应该系同小银遇到冇耐嘅。哎，我自言自语啊，等一下有冇见过红发少年啊？应该跟住只纽拉嘅，见过。啊，29号啊，唔知条友走咗去边啊？咁你知唔知而家喺边啊？唔知喎，好感谢啊！咁应该沿住呢条路走咗，我必须找到佢，将未来讲俾佢听。系啦，叫小南，可以嘅话有佢消息，请话俾我听。
我将佢嘅名话俾你听。好，咁有睇我哋第一集咧，都知道我会改咩名。咁当然就系 M K 仔啦，呢啲你睇个头就知系 M K 啦。好，好送呢个俾你啊嘛，哇，送个地图卡俾我，快啲嘅话或者可以。好，唔理讲咩啦。我精灵咧啱啱捉翻嚟嘅，哇，射文红喎。好，日事啊，好十一你啦已经，可以尽快升呢呢度。掉下嘢上嚟睇下啦，垃圾鱼缸乜都掉唔到嘅，执乜走运系咁。好，草系攻击咩打一倍伤害，哇又系呢个四大啲王啊，咁咩唔出场费事弱你啊嘛？啲冇今次 ，OK， 喂攞到果实啦，你仲未摘过啲果实啊嘛？有嗰啲盒先可以收集噶，将呢个俾你，好。系啦，我系嚟自新奥地区亚楼，虫系道馆啊，定虫系天王唔记得啦。请多多指教。话时话，成都地区都有唔少罕见嘅虫系精灵啊，真系值噶嚟到呢度。你仲系新手啊嘛？精灵嘢可能会需要你帮手啊，喺最上面啊。哇，喺嗰边跳过去，哇，懒人熊。哇，又变咗身。吔屎吔屎啊！哇，大佬，呢个咪人嚟噶？叶精灵，哇！我乜都睇唔到，我睇鬼到你系咩精灵咩？唉，终于得啦，撞死！好，哇，封口，又系呢条友啊！我唔理啊，哇，希罗娜，睇嚟有人拜托你喎，爷爷。哎呀，你系嗰个新手训练家系嘛？好，我精灵爷爷，坐嚟坐啦。呢、這个世界咧存在住各种精灵，我哋同精灵友好相处，共同生活啊。优秀嘅训练师同自己精灵咧相互信任，共同进退。希望你可以成为啊，个有好多训练师一味追求强大精灵，忽视咗对精灵嘅爱，最后咧走上不断咧遗弃呢个弱小精灵嘅路。实际上，没有强同弱得精灵嘅，只有会唔会激发精灵潜能嘅训练师。相信你会明白噶，好期待啦！哇，学习装置喎，你好啊，我呢个系希罗娜冠军。精灵爷爷嘅话咧，对训练师好有呢个意义。我谂你咧一定会去体验到呢一个咧系海牛兽孵化嘅蛋，相信你可以好好有缘再见。海牛兽唔想用海牛兽，哦，虽然海牛兽其实都几犀利嘅，点解咁觉得犀利？哇，咁多嘢呢个呢只长颈鹿啊，好痛苦奇轮奇，我奇轮奇中毒啊！你冇解毒过？哇，暴露喎，连一个徽章都冇，我唔会同你打嘅。你精灵训练师嘛，同我打一场，吔屎啊你！好，哇，识食药，光合作用喎，回血嗰招啊，哦系，回血嗰招又唔要叫声啦，比超一招啦，好，翻去回佢先，攞埋金果先，六金果，好，我睇下系咪回血，唔系回呢个中毒先。冇啊，唔系喎，金果唔喺呢一度睇嘅。好，咁即系话唔使翻去，因为正常嚟讲就系呢个剧情系要翻去噶嘛。咁而家唔使，我哋直接上道馆试下先。好，呢度使唔使打？威吓特性嘅，仲有啊，话俾你听，绝对幻里面咧系有暴雨特性啊。咩叫暴雨啊？即系落雨啊？系咪真系落雨啊？一出场。打呢、這个，等你见识下呢个山地大叔嘅威力，系咪山地大叔？唉，又系麻痹，吔屎啊！唉，呢正啊，草系用草系打啱晒。有备无患，等我俾你睇下你嘅精灵磨练成点。撞啊！哇，大镬，海牛，喷泥啊！哇，犀利，哇，但系会死喎、啊，唉，输啊呢度要。唉，眼前一黑啦，又明明就系眼前一白，唔紧要啦。好，我呢啲系输在嗰、那个运气嘅，输在呢只 game 系啦。再嚟，同埋用错技啊，呢度应该用撞击，又系麻痹。哇，咁鬼痛嘅黐线噶！哇，仲用地震添，癫嘅。打佢啊，大佬！唔好同我麻痹得唔得啊？哎，飞快刀，
哇，我都屈影子分身打靶仔嚟嘅真系，哇中晒毒佢而家，唔系麻痹晒，哇火箭兵团，顶系要打呢条友，着住短裤入草丛唔会俾草吉到嘅咩？我重住个黐线，点样同你打我？喷你嚟先，喷你嚟，喷你嚟，喷你嚟，好，喷佢嚟，转只泥鳅，好，疯狂降佢，降佢呢个嘅命中，光合作用 ，yes， 终于唔中，好撞啊！O、okay, K， 水之波动 ，O K 喎，哇，最识回血添咪？哦，搞掂啦，终于，黐线嘅真系，喂喂，唔好打人得唔得？我想回血啊！哇，入一大堆人匿喺度，我先去喇叭牙之塔攞出去参观一下。呢三个系 D P 啊，珍珠钻石嘅训练师们，即系主角啦。小辉，维精先系最好嘅选择，我要锻炼我精灵。哦，系啊，话唔定遇到啲咩稀有嘅精灵啊？咩啊？遇到呢都捉唔到啦。咁啊，用精灵对战决定去边咧？但你二对一、啊，喂，唔关我事，我先走先，唔系好蚀底咩？你训练师嚟嘛？你个名咧？哦，系咁啊，我打算咧用精灵对决咧决定嘅旅行地点。咁人数就够啦，赢咧就去呢个遗迹，输就去喇叭拿之塔，求之不得，输咗俾100万。哇！唔好咁啦，哇蛤蟆威，黐线一嚟用蛤蟆威打我，癫咗啊！喂，哇好痛啊，黐线，我仲要麻痹紧，傻噶，喂喂喂好喎、啊，佢嘅元气都几劲喎，我乜都唔使打、啊，原始力量、啊，唔、要撞击啦，原始力啦，打只鸡，好。小电视，呜、哦，飞快多，靓到，输咗，竟然，点会噶？太感谢你啦，走啦，喇叭牙之塔，唔系有人啊，哇，几惊又有人啊！之前绝对，哇，啊话呢个牙虫、啊，你之前恐怖博士遇到个训练师咩啊？要挑战馆主，哦系啊，我就系呢个馆主啊，平时我都系做警察嘅嘢。道馆馆主咧系呢个继承父亲嘅意志，但系你咧未通过呢个城市嘅精灵学堂测试，我系唔会接受你嘅挑战啊！首先要通过精灵学堂基础测试，同埋得到呢个喇叭牙塔主认可，我会等你挑战。即系总之就系打赢咗先搞佢啦。呢、這个咩噶？系咪训练噶呢个？呢、這个我精灵嘅巨金怪好型咧，我就系中意咧帅气嘅大巫师培养一只帅气嘅巨金怪，几有型其实真系。喂，唔识答你嘅。唔识讲嘢，佢咁怪，唔掂。精灵学堂啊，转头上呢度好似换精灵，冇徽章，佢哋唔会听你讲嘢。唔知道会唔会攞到个徽章？哇！唔相信我，精灵学堂嘅知识实在太专业啦，好似我啲咁嘅渣渣一条问题都答唔啱。好，喂，你系训练家系嘛？好，嚟学习啊！我呢度老师入嚟啊！我会教到基础嘢，只要通过呢度测试就证明你嘅知识 O K。哇，大镬啦，要考试啊！哇，边个嚟啊？嗰个老师款啊，唔好读书啊，南墙学校都入唔到啊，好恐怖啊！唔知边个留低。最多话喺世界里咧有三只存在属性变动嘅精灵啊，一只博士可多拉，由钢岩属性变咗纯钢属性，吓系嘅咩？睇嚟系受 X Y 影响。另一个咧就咩啊？护城龙变咗龙钢。超跌暴龙属性系岩绿，哇黐线！睇嚟惹上岩系嘅精灵都冇好下场，但唔系四倍兵、啊。点解精灵学堂咧曾经出过一位非常劲嘅训练家？听老师讲嗰个系加马嘅姐姐，佢唔单止获得成都霸地区嘅关东咧，仲通过两次联盟啊！佢居然用对住紧鬼用破坏光线，然后仲讲呢个最强技能仲唔秒你？系啊，俾人秒！想加入队伍啊，加入队伍可以同精灵互相。放弃好呢、這个边位啊？你好啊，我系加马喺呢度嘅特等生，同时亦都训练师。因为老师觉得我好劲，所以咧等我作为第二个测试人。系你咪通过、啊、好呢度好多知识学噶，定系话你而家要接受学堂嘅测试吗？是测试有两个，第一个回答晒所有问题，通过啱晒就冇问题啦。
好，略过一仗系咩啊？大祸啦！要温书添，死咯！烧伤状态，真系遗憾啊！会答错误啦，黐线！睡眠啦，正确。草城结呢一个技能对下列精灵最大。哇，大镬，要计数噶呢啲。大干蛇，大干蛇应该唔系最重噶，唔系大干蛇系最重，但系佢唔系两倍属性咯，球。应该系冇学海牛啊？喂，唔系啊，搞错啊！大干蛇啦，咁真系。喂，唔系大干蛇咩？点解啊？海狮系啦，海狮。下列两个情况下，理论上咧，精灵嘅捕捉率最高，按照四代规则。哇，有冇搞错啊？呢啲题目，哇，呢啲题目完全系会考嗰啲级别噶、啊。经过二十回合，用四时间球捕捉精灵，用重复球捕捉已捕捉过嘅精灵，用巢球捕捉一只等级为五嘅，咁应该系时间球咯。如果最高嘅话，按照四代，四代好似有时间球噶嘛？吓，唔系咩？哇，全部错晒，大镬啦，要温书添。重复球，重复球啊？又唔系重复球？会唔会答晒四个都唔啱噶？用有利球捕捉钓到的精灵，应该呢个啊，等级五嘅精灵，呢、這个系啦。下一只精灵咧，下列哪只精灵唔识用独特？哇，独特！欧云好似识，快泳蛙、大蛙就系识啦。双蛋、毒气双子应该紧鬼唔识嘅话。哇！真系遗憾，又识嘅咩？点解我唔知嘅？欧云眼 DJ 咯咁，系啦。最后一条问题：下列哪种攻击对马尔努勒嘅造成伤害最大？哇！点知啊？呢、這个胡地使用能量球，即系富迪使用能量球啦。第二个就系帕鲁奇亚雨天使用水压。快龙先用十万伏特，然后绿沙先用地震，一同三啫系嘛？启暴龙先用十万伏特，启暴龙先用十万伏特，造成伤害最大。哇！呢四个真系难到黐线喎，大佬。帕鲁奇亚雨天使用水压嘅话，咁即系话系110攻击啦，咁就成咗二嘅，咁但系佢系会扣翻，所以其实冇分别嘅，咁就系正常嘅攻击啦。咁呢只富迪使用能量球就系乘二嘅威力嘅，呢、這个都系乘二啦，呢、這个就冇乘二，但系列亚洛沙系差唔多呢一度最高攻啊，好似冇记错，十万伏特咯，又系地震咯，遗憾咧，唉，食招啊你。想打死你，我就系不会独特呢、這个系啦，中啦，全部问题你都答啱，睇嚟咧唔错啊！第一个测试完成啊，第一哇打低特等身加码，好好准备开始，哇系好在你七七咧啫，依背飞正犯，喂进化。好，睇嚟我输得好彻底，系你赢咗，恭喜你啊 ！OK， 呢个你嘅奖励速度球、等级球、诱惑、重量、爱情、朋友、月亮、经济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今集绝对还电嘅，去呢度先啊，咁我哋下集继续翻剧情啊，暂时。据呢个观察嚟睇咧，好似冇咩特别啊，不过都输咗一两次，即系死咗一两次啦。眼前一黑一两次嘅，咁希望下集翻嚟就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有趣嘅嘢啊？好似呢度之前有啲咩不作死就不会死嗰啲剧情咧，系啦，而家好似会正常啲，唔知会唔会正常啲啦吓？应该打啲四天王应该都唔系嘅，又要咩啊？同呢啲靠弱嘅训练师打系一个耻辱系啦。咁你下集翻嚟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